銀行馬會短途錦標一枝獨秀第二本四，好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維港智能內欄應聲彈出啦，咁啊見到外邊嘉應高聲雜雜聲走上去啦，咁啊追騰嚟噶，好啦咁啊轉緊彎啦，前面放就係維港智能啊，外邊咬上嚟就係呢只合夥奔馳啊，跟住個第三位有嘉應高聲，第四位就加州星球啊，第五位嘅嘛仲有電氣騎士啦，內欄第六粉紅就美麗，第一響外邊仲有賢者無敵啊，嬌陽明區紫色衫移咗出嚟中檔啊，後邊四隻幸運有你的愛心陸續無限威力奔騰嚟噶，好啦，正進入直路啦，前面維港智能仲有少少嘅優勢啊，中間合夥奔馳追佢，中檔位置嘉應高升三幾步已經上嚟啦，咁啊再後邊噶嘛，美麗第一沿住個中檔上，出邊賢者無敵，最出仲有隻嬌陽明區，最後100米認真撲落去，嘉應高升收姜贏二級賽呢場相當輕鬆啊，第二名嘅馬咧相當近啊，埋邊上咗嚟的愛心，出邊嬌陽明區，至於第四名嘅馬咧。都要影噶，我計埋呢場贏到第八場頭馬，上場贏二級賽，今場賽事減磅嘅情況之下，一樣再贏二級賽，捧走中銀香港私人銀行馬會短途錦標。恭喜曬嘉應高升，咁啊捧走今屆嘅馬會短途錦標啊，都係行過嘅姿態贏嘅，跑第二名咧，入邊的愛心，第三名出邊嬌陽明區。第四名，鴨落去嗰波。